全身走上斑马线，准备过马路，没有想到却遇上闯红灯砂石车迎面而来。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已经在那边挣扎了，就赶快下来查看。女学生整个人被卷入车底，巨大撞击声响，连女学生在家的阿妈都出来查看。我看到是一车在慢慢出来，我听哭哭哭安尼尔，弄到耳朵啊烧聋。我唔知我是囡啊，摕下裤要蹲，今日只斑马线要过因家到对面尔，因阿妈出来看，才知影讲家己的人啊。哇，那这表情真歹啊，反阿因家人哭干呢。目睹孙女惨况，阿妈当场痛哭失声。意外就发生在三号傍晚，宜兰东山乡东山路跟安中路口，这辆砂石车当时加完油后闯红灯，将当时放学正要返回阿妈家的国中女学生卷入车底，撞成重伤。啊，让砂石车要右转，那疑似未注意前车的状况。致使跟一个行人发生碰撞，他砂石车驾驶没有酒驾的情形，那行人经送医，目前还在抢救当中。天色昏暗，砂石车驾驶闯红灯酿祸，尽管女学生立刻被送医抢救，但由于伤势过重，仍然未度过危险期，还在加护病房抢救中。华新闻冯真水东前张慧宜兰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